就是咱啊，内底真侪伫个信仰对，阮每边拢有来做会参加啊，所以现在我是学生，大家好听一下啦。啊，阮是按老师的思维来，啊，真欢喜今仔日我有这个迎接，会当参加甲咱正雅姐分享这个 Medicare 吼伊个信息。啊，我是1973来美国，啊，工作30几年了后退休，啊，伫个65岁时阵，我得到 Medicare。不过因为迄个 transition 吼，就是讲按你伫个食头路的时阵，公司有覆盖你即个所有的医疗的保险，啊，了后退休了后，65岁啊有 Medicare， 所以我中间我无迄、那个。无 click 讲，我著爱去 study Medicare， 其实有真侪无共款的选择，吼。啊，不过我迄阵得到了后，啊，我就甲咱朋友甲我讲，哦 ，Medicare 甲咱 cover 80%，吼。你其他迄20%，伊著是 out of pocket， 你家己付钱，也是讲你参加一个辅助保险，吼 ，Medicare supplement。啊，所以我著听朋友的话，我著参加 supplement。啊，我嘛唔知影 supplement 有哪有遐尼侪无同的选择。啊，朋友甲我讲，哦 ，Plan F is the best， 哦，我就提 Plan F。哦，啊，不过实在是不是 is the best？ That's a question mark。好，啊，了后，迄、那个就是因甲我讲，啊，不过即个敢若包括伊即个 cover， 迄啰 supplement 是敢若包括迄个20%的 gap， 哈 ，Medicare。所以 original Medicare 有啥物物件，啊，你补迄个20%的空额尔。所以 Part D is not included， 是无？你的迄落 drug 的迄落 plan， 你都爱搁另外参加。啊 ，dental is not included，right？ 你都爱搁另外参加的迄落 dental。啊 ，vision is not included，right？ 啊，所以我迄阵就是。就是叫朋友讲，哦，你来参加啥物，我就参加啥物。啊，所以阮迄个 Vegas， 阮这边的迄个，阮的教会是伫下晡1点做礼拜。啊，礼拜了后，阮有一个迄个爱餐吼，阮有一个交易的时间。啊，就是伫交易的时间的时阵，大家伫遐讲，吼，当然有真侪，我想咱听这内底真侪可能，这是 part of 你的 pension， 吼，可能你参加 part B。还是讲，你的迄落其他的迄落 supplement 的 insurance 是 covered by 你的公司，吼。啊，不过今嘛，拄要差不多到65岁，真侪拢无这款的 benefit， 拢是你 qualify for Part A and Part B， 不过你 Part B 的 premium 是你家己付，你的 supplement 是你家己付。啊，所以阮特别遐在讲的时阵。有一个阮教会的迄落已经退休的医生，我意思，伊甲我讲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说啥？你咧讲你甲现状恁两个，啊一个月含 Part B， 恁一个月就爱付700几块，你有没有搞错？我讲无啊，啊就是安尼啊。伊讲我有 Medicare Part A and Part B， 啊我 join 一个 Part C。好，我讲什么叫做 Part C， 我唔知影，好，我唔听过。好，伊讲 Part C 就是包括 Part A、Part B， 另外佫有 Basic Dental， 哈，一年互你洗牙一摆，还是两摆，就看侬公司哈。啊，了你若讲不蛀牙还是啥物，伊是 The first one is free， 好，啊，佫过了就是 copay 啦。啊，而且毛包括目睭的保险，哈。因为咱普通，咱若无过另外买目睭保险的时候，你去做检查，你去啥物 ？Cost is $100+ 对吧？好，啊，所以伊讲毛包括目睭的保险，而且我逐年伊阁给我一副眼镜的叫 reimbursement， 好，100块、500块，嘛是 depend on 公司，好，啊，伊讲啊，你都爱阁买迄个 prescription 的迄个 drug 的 plan，that's included too， 好。啊，而且佫有迄个，像讲去 fitness center 去即、這个所谓款，啥物健身房还是啥物，伊迄个 membership 是 free 的。我讲 wait a minute， 我讲无可能啦。我想讲我上班上遐尼久，我哪会拢毋捌听过？我讲，
这款的是 for Medicaid 还是 Medical 的 member 才有这款的福利。伊讲 no， 伊讲 Part C 是 doesn't matter 你的 income 多高，伊无 income 的 restriction 哈，啊每个人拢会当参加。啊，所以我就开始，我的个性就是讲，我若唔知代志，我会去研究。啊，所以我就去研究，啊去考试。啊，所以我即嘛是有四州的迄落 license 哈，就是咱加州啊，迄落 Las Vegas 啊，加 Alaska 加 Hawaii 哈。啊，我嘛是 certified 迄落 Medicare supplement 加 Medicare Advantage presenter。我会当踮诶所有诶迄落教会，也是迄落社区做即方面，伊是敢若做宣导吼，毋是 sales， 是敢若 education。啊，所以啊，我今仔日就是要甲大家分享诶，就是即、這个Medicare 101吼。Medicare 实在有真多的选择，吼，唔是干那一种的名，吼，啊，适合你的，无一定适合你的先生，还是你的太太，还是讲你的朋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无同款，所以咱知影讲有甚物款的选择，啊，咱才选讲倒一项对咱上介好势。所以选这个 Medicare 的迄落多一个是上适合你的哈。所以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讲 fact about Medicare， 啊，到你的 Medicare 的选择 option 哈，啊，加你的 cost， 啊，到另外就是 important date。啊，这个头一项就是讲。什么是 Medicare？ 好、Medicare 伊是美国联邦政府上大的老年医疗保险的计划，啊，大概有55 million 的人享受这个福利。伊属于美国的卫生省，哈、也健保这个 center。可能台湾的健保局有小可类似，不过咱健保局是全民哈，啊，伊这是针对65岁以上，也是讲有残障的人。Medicare 伊分做几个无同的部分，哈 ，Part A 甲 Part B 就是原本的 Medicare， 就是咱知影的红眼卡，哈。Part C Medicare Advantage 是后来才有的，合作联邦医疗保险的优惠计划。Part D 就是这个处方药，哈。啊，什么人符合这个 Medicare？ 什么人有够资格参加这个 Medicare？ 就是你是美国公民，满65岁。不过，不是所有阮65岁的人拢会当享受 Medicare， 你都爱交税，哈，就是你有40个季度 40 points， 啊，你若有工作40个季度，假设讲就是10年的时间，啊，第你的迄落交的税的，第你的迄款迄落salary 内底有两个 deduction， 一个是 Social Security。一个就是 Medicare， 好，你若有交这个时阵，你到40个季度，最晚40个季度的时阵，你到65岁，你就享受这个联邦的迄落老人的迄落医疗保险。啊，你若是讲，拢唔捌上班，不要紧，你的配偶，好，你会当附属伫个你的翁婿，还是伫个你的太太，好，因若有上班，因有这个。你嘛会当附属在迄内底，不过同款，你都要等到65岁，你才会当享受这个
一个迄落福利哈。啊 ，Part C 就是。你有哪会当看排迄落 Medicare 无到65岁，就是讲你拄拄去吼，医生甲你诊断讲你是长暂人士，吼啊，你长暂人士的时候，伊唔免到65岁，伊同款会当摕 Medicare 一个 Part A 甲 Part B。啊 ，Original 的 Medicare 就是 Part A 吼 ，Part A 这个部分。伊是包括，甲你负担，比如病院，啊是 skill nursing 吼，疗养院，啊啊是 hospice 安宁照顾，啊啊是家居的护理。伊有时啊，你若 qualify 的时阵，你会当讲啊，我需要人家 assistant， 听讲两点钟、三点钟一天来替你做啥，这拢是 part A 部分负担。Part B 伊是 cover， 就是讲咱去看医生的时阵嘞，咱台湾吼做啥挂号费，是不？你若是有 copay 的时阵哈，就是咱台湾讲的迄落挂号费，啊，也是迄落 outpatient， 差不多咱有时啊，咱来去病院做一个啥物 procedure， 是唔免入院的，迄是 Part B 的部分。另外就是 occupational physical therapy。吼，咱若讲有受伤，啊，尾啊，就爱搁去做复健的时阵，吼，这有那是属于 Part B。迄落 regular， 迄落 Medicare， 就是讲 Original Medicare， 迄是联邦政府甲咱 provide。啊哦，他都哦 Part C。是一个 Medicare Advantage， 就是老人医疗保险的优惠计划。啊，伊包括 Part A 和 Part B， 就是讲咱本来有的所有的关于的福利拢有，不过因为伊是唔是美国政府，伊是用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认证的私人公司，所以伊私人公司的时阵，伊就阁有会当收应一寡。additional benefit， 好，安尼才会当吸，迄落吸引人嘛，吼。Part D 就是讲咱的处方药，吼。啊，我现在来甲听这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一个迄落长辈，啊，请我甲伊重做 Medicare 的 Part C， 结果伊唔知影讲。你当你摕到 Part A 甲 Part B 的时阵，无管你有食药无食药，你拢都爱参加 Part D。OK， 因为你若 Part D 无参加的时阵，伊过一个时间，普通可能是63天了后，吼，你有个人参加咱 Part A， 伫65岁时，你安尼工作，你赶快来当先摕，因为伊唔免 premium 嘛，伊无月费嘛，这是美国政府发咱的。所以真侪人就将先参加 Part A， 啊 Part B， 你啊在上班的时阵，公司甲你负担你的迄款叫 Medicare 的迄款expenses 时，你唔免先参加 Part B 嘛，因为 Part B 伊都爱付，每个月要付月费，吼、哦，啊，像今嘛上少是134块，啊，所以你呐 Part A 甲 Part B 的时间无同的时阵。你 Part B join 了63天以来，你都要 join Part D， 因为你 Part D 若无 join 的时阵，到几年了后，你有需要的时阵，伊是按迄63天了后开始算，每个月给你 charge 1%，吼，1%，啊是 lifetime， 吼、嗯，啊我最近这个长辈就是伊唔知影安尼，所以伊7年还是几年，所以伊今嘛是。就是每个月，啊，直直到伊离开这个世间，伊每个月拢都爱交一个差不多100%还是100多%，迄个 penalty， 好，所以咱若有遐济这方面无创的人，请恁较紧创。这我嘛是头啊，唔知影这项代志。所以 Medicare 有真侪无共款。
款的迄、那个、迄、那个选择吼。Original 在迄个讲义内底有吼。Original Medicare 就是讲 Part A 跟 Part B， 吼，咱红蓝卡 Part A 跟 Part B， 你都爱搁参加一个 Medicare 迄个就是 standalone 的 prescription drug， 就是 Part D， 吼。啊，你若希望讲会当 cover 这个20%的时阵，你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讲你会当参加 Medicare Supplement， 吼、哦，这个 Supplement， 我想大部分我知影的兄弟拢是参加 Supplement 较济啦，吼、哦，啊，这个 Part C， 我是讲我想的，我是较距离，我才知影这个 benefit， 吼、哦。啊，当然，伊予你真多，就是讲 Part C， 伊主要就是讲，伊包括 Part A、Part B 所有的 benefit 以外，伊阁予你其他的，比方讲，啊，目睭，吼，你的迄落 vision， 迄落基本保健，吼，你的喙齿的基本保健，你的 hearing 啊，基本保健，啊，阁有包括 Part D。所以你若参加 Part C 的人，你就唔免阁去买一个 Medicare prescription， 因为伊已经包括伫迄内底。吼，啊，另外伊阁有予你，就是讲真侪，伊阁有予你一个 Fitness Center 的 membership， 伊是 free 的。吼，啊，有诶，伊阁甚至予你，参照你若拢有按时去看医生，啊，也是讲，你拢有去做。Colonoscopy、Endoscopy， 啊，一个大肠镜啦，啥物，就是讲做，你拢家己有在做保健的时阵，伊每年敢那会个甲你 reward 哈，伊就希望讲咱会当健康，所以伊会当阁甲你 reward， 会加差不多250块是偌济哈，诶啊，所以每个公司伊个福利 benefit 无共款，不过基本上 Part C 大部分拢包括这個。啊，那你若要参加 Part C 的时阵，就是 Medicare Advantage 吼，这个优惠计划的时阵，伊有限制时间，伊每年伊敢若这个 Initial Enrollment Period， 就是讲你每年敢若会当伫迄个哦，这是 Initial，I'm sorry， Initial Enrollment Period 就是讲你满65岁迄年吼，满65岁迄年。伫个满65岁的前3个月，啊，甲满65岁迄个月，啊，甲满65岁了后的3个月，最少有7个月时间，你会当去申请，你会当去申请这 Medicare Part A 甲 Part B。啊，你若是 retire after 65，哈，你会当先参加 Part A。啊 ，Part B， 等到你退休了后，你嘛同款，你有7个月时间，会当去申请一个 Part B。这个 important day 是，就是讲主要是你若无参加这个Medicare Part D， 就是处方药这个计划的时阵，你毋是讲任何时间拢会当参加，有一个限定的时间。啊，是讲你本来是干呐 Part A 啊 Part B。啊！你搁参加即个补助计划 supplement， 啊！你刚才想想的，就是像阮，一个月，我想讲，啊，我若是卖参加即个 supplement 的时阵，我干呐付即个 premium， 吼 ，Part B 的 premium， 所以我一年会当省几多钱块，啊，所以阮有可能就是讲，你若有要做即个变化的时阵，伊一年干呐有固定。10月15到12月初7，当年拢受伤，吼、哦！你干那这段时间，你会当做改变。啊，你若做改变了，你讲看怀讲，伊有好处，不过伊嘛有歹处。啊，我感觉伊的歹处比好处较侪的时阵，你会当伫10月初1到12月14中间，你会当搁甲改造的，吼、哦。所以，对这个就是讲 Medicare 伊个选择吼，有几项咱需要去思考的。头一项就是讲伊个费用，吼、哦，
伊的费用对咱是毋是有负担？啊，若是有负担的时阵，咱有啥物其他的方法咱会当做？啊，第二项就是讲 benefit， 吼、哦，是毋是伊有其他的附加的？因为咱若普通，啊，我头先咧讲 part A 甲 part B， 啊，你若 supplement 的时阵，你所有其他喙齿，你的迄啰啊 prescription， 吼、哦，你的 vision， 啥物，你迄拢是另外每个月都有月费，吼、哦，啊，是毋是有迄个 benefit？ 第三项就是讲是毋是方便？吼、哦，就你 part C 有真侪真好诶所在，毋过是毋是伫我遮有即、這个迄、那个啊？availability， 吼、哦，你是毋是遮你有真方便，会当去看医生？吼、哦，你若讲无方便的时阵，你也是着爱 go back to original Medicare。所以主要着讲看你有需要啥物，吼、哦。头一项着是讲你敢有长期的，还是慢性的病？你若是有长期还是慢性的病的时阵？可能你去看医生，你去迄落诶 ，visit 是医生的时间会较侪。啊，当然你嘛是希望会当有较侪医生互你选择，吼、哦。那安尼的时阵，你可能是 supplement， 因为 supplement 你啥物医生拢会当去看，吼、哦。除非你是用 PPO， 哎、啊、我除非你是用 HMO， 你若是用 PPO 的时阵，你是任何医生拢会当去看。啊。啊，是讲你的健康情况，吼、哦，真跌真紧，有可能会做改变，吼、哦，这拢是都爱跌思考的落来底。另外就是讲你的 prescription drug， 吼、哦，你的药啊，因为 prescription drug 一分四个 tier， 吼、哦，咱普通人，咱普通是应该较少讲会超过3750块。啊，你若超过3750块的时候，会 fall into 迄个 donuts hole。啊，你讲 donuts hole 的时阵，你的负担就迄口配就讲本来无够。哦，伊若是迄啰啊，唔是 name brand 哈、哦，就是 generic 的时阵，你若伫个第二阶段的 donuts hole 的时阵，你都要付51%。啊，你若是迄啰 name brand 的时阵，你都要付40%。啊，若到迄、那个 reach to 4750块的时阵，伊阁变做另外一个 tier， 啊，迄、那个 tier 就是讲，无管你 generic 还是迄啰name brand， 拢是 5%， 啊，到第二年才阁重新来过，哦，所以这原来是一个考量的。啊，是讲你需要填 Medicare Part A 和 Part B。诶，搁较济款迄啰福利吼，啊，可能你就会当考虑就是 Medicare Part C。Medicare Part C， 你要参加的时阵，就是讲这个优惠计划，伊头一个条件就是讲你绝对都爱有 Part A 和 Part B。你若干那 Part A， 你嘛袂当参加；你若干那 Part B， 你也袂当参加。你一定要 Part A、Part B 拢有的时阵，才会当参加这个 Part C。所以，你同款就是讲，你若是公司付替你付这个 Part B 的 premium， 啊，同款迄若是讲你的 benefit 的时阵，同款无改变。你若是讲家己付的时阵，这个 Part C， 真侪时阵伊是无月费。唔过 Part B still 还是你的 responsibility 哈、哦，你每个月应该会，通常拢是直接按你的 Social Security 考过来，所以你普通不看到。啊，有的因为这个 Medicare Part C 啊，伊有 HMO 哈、哦、，HMO 的时阵是唔免月费，你若选择 PPO。你有较有自由，会当看医生的时阵，伊是有月费。啊，你嘛会当讲，就你虽然话 basic 的 dental， 还是 basic 的 vision， 还是讲 hearing， 不过我希望讲，伊每年的 allowance 会搁较悬，
安尼想你会当阁追加一个迄落保险。所以 Medicare Advantage 一个优惠计划，伊两种，一个就是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大家较知影的 HMO 就是你都爱有一个往内来底选一个指定的医生，吼，做你的家庭医生。啊，你若要去看专科医生的时阵，都爱家庭医生甲你 refer。你袂当讲我要去看啥，我就去看啥啦。吼，啊，你若这个医生，你这个月你安排这个医生，结果你去看，你讲这个医生我无介，你后个月当个换，你一年每个月当换一届，换到你满年为止。第二个就是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 PPO 哈，大家较捌的这个 PPO 就是讲。予你有即、這个，怎啊讲 ，freely 会当去看无同的医生，啊，要去看专科医生，你嘛唔免即 referral。哦，啊，不过你若是讲参加 PPO， 不过刚找即个 internet network 内底，吼、哦，医疗网内底医生的时阵，你的 cost， 你的迄个付款会较少。好、哦，啊，你若往外医生的时阵，你的迄个负担会较大。这个是跟 Arizona 有，所以我就讲迄 special need 哈，就是讲你若是有慢性的，像讲糖尿病，哈，还是讲心脏有迄个心血管的疾病的时阵，你会当参加这个 special need plan， 好啊 ，special need plan 伊的 benefit 都比普通参迄个 Medicare Advantage 迄个 plan 伊佫 extend 佫较济。产权工一年会当40-50，你去要去看医生，万一咱若讲惊医生无伫咱边啊，吼，啊要去看医生，还是讲你要去做肠镜、胃镜的时阵，医生会允准你讲做肠镜、胃镜了了，甲你搁塞车回来，吼，有这款的 car service， 就是 special need 有这款的迄落。所以 Medicare Advantage 哈、哦，伊就是普通都有加的 benefit 啦，哈、哦。参照讲，我拄好讲过 fitness center 哈、哦，depend on 你是伫咧倒一个 county， 像那阮比如 Clark County 的时阵 ，Las Vegas， 阮是所有的 fitness center 拢会当去，伊迄个 membership 做 Silver Sneaker 哈、哦，所以迄是免费的。伊就是希望讲，你会当 keep up 你的 fitness 的迄种啊 ，vision 甲 dental coverage 哈、哦。啊，另外就是 mail deliver pharmacy access， 就是你若是 tier one， 因为迄个药啊，伊分做无同的tier 哈、哦。tier one、tier two 的药啊，你若用寄的时阵，用普通 mail order 拢是差不多90日嘛，哈、哦，送到恁家。你若是 Tier 1、Tier 2的时阵，伊是 free， 大部分拢是 free 的较济吼。啊，所以就变做讲，你就唔免，你若是讲干来食 Tier 1、Tier 2， 高血压的药啊啦，还是高胆固醇的药啊啦，啥物即款的，通常 Tier 1、Tier 2， 啊，你就是唔免去付迄个 copay， 你若用 mail order 的时阵。另外，伊就是随时每一个月，因拢有无同的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啊，甚至有的因个每礼拜有迄落厨师哈，有迄个 chef 来教你一寡简单的食谱，就是讲 how to eat healthy 哈，啊，迄嘛是就是 benefit 来带一个。啊，迄个 nurse advice 的 hotline 迄是24小时的。啊，有的公司伊阁包括迄、那个叫做什么 web doctor， 就是讲你会当拍电话入去，啊，你若有啥物毛病的时候，你会当 through 的迄个 webinar， 啊，甲迄个医生讲，然后医生会当你若万一下晡啊，你要随去 make appointment， 袂当去 make 的时候。你有哪一毛这款的 service？
special need 就是我拄仔讲过吼，就是伊有 provide 即个 extra 就是个 service， 如果伊有即个要求，就是讲你都爱有 chronic illness， 吼，像讲你有即个diabetes， 还是讲你有迄个心肌管的迄个疾病，啊是讲有诶，你因为退休了后，吼，啊你迄个 premium 对你来讲是一个负担的，像 state 有一个像咱伫加州是 Medicare， 吼，伫阮Las Vegas 是 Medicaid 的，吼，啊迄就是讲你若是有 state assistance 的时候，你嘛是算伫诶一个 special need 诶 program 内底。啊，所以 special need 这个 program 当然伊包括 Part A、Part B， 啊，另外伊拢就是讲 special need 一定包括这个 prescription 是 included。那 Medicare supplement 吼，咱较知影诶，就是这个 plan 叫做就是保险空隙吼，啊，这个空隙就是来补这个20%的这个部分，所以每个这个 supplement 伊有无同款的用力，诶，迄款迄落 benefit， 我想伫我诶迄款迄落内底，因为迄个 Medicare supplement 伊是按 A 比加 N 吼，当然是愈贵的 plan 愈贵，因为每个月付的迄落 plan 你若上悬的即嘛是 F。好，啊，其实以目前来讲，Plan F 甲 Plan G， 伊的差别是干呐 ？Plan G 一年有183块的迄、那个迄、个 deductible。你若183块付了后，所有其他的 benefit 拢同款。啊，不过你若是讲你即卖是 Plan F， 你若 keep Plan F 的时阵，伊同款就是讲，其他拢唔免付，对吧？你所有的迄个 20% 费拢 cover。伫2020年才参加的人，就是2020年以后参加的人 ，Plan F， 伊同款有哪有 deductible， 嘛是同款伊里的 deductible。啊，另外就是讲，你若是 Plan F， 因为 Medicare 是美国政府给咱的福利，所以伊是干那 local， 伊无包括 international。如果等你参加 Medicare supplement 的时阵，还是 Medicare advantage 的时阵，你得国外那是 emergency 哈，跟那 emergency 的啦。你得国外如果是 emergency 的话，有 cover supplement lifetime only cover 50,000， 啊，不过 Medicare advantage 有可能 cover more than that。啊 ，Part D 就是这个啊，我拄仔讲过吼，这个处方药。这个 Part D 呢，吼，我拄仔讲过，就是讲，伊是 required by federal law。你上无，无管你有食药，你无食药，你一定都爱参加 Part D， 因为这是美国政府给咱的福利。啊，有的人伊想讲，啊，我反正无食药啊，我等下我需要的时候我才来参加。所以伊才会甲你讲 ，OK， 你若part 你的迄落 ，depend on 你的 effective date， 吼，你若到3天以后你无参加的时阵，确实咧每个月甲你写就一part，啊，你若10天的时阵，就是120%，啊，是 lifetime， 你拢都爱付的。所以，若是你参加 Medicare supplement 的时阵，你都爱另外买一个 standalone， 迄落PDP 哈、，prescription drug， 啊，你那是 Medicare Advantage， 就是讲你那是参加这个优惠计划的时阵，通常伊已经包括这个prescription 啊。啊，这个coverage gap 我拄仔有小可讲一下哈，就是这个 donut hole 有分四个无同的 tiers。啊，恁若有啥物 question， 有啥物问题的时阵，啊，会当敲电话给我，会当敲电话，直接敲电话去迄落CMS。另外就是即、這个SHIP 吼，这是 state， 每州伊有 provide 即个
个 website， 恁会当去伊遐，也是讲会当敲电话去。另外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我迄我即张敢若有创作，我有存起吼，嘿，嘿，因为即个咱随时，你若有啥物问题的时阵，因拢真靠谱，我会当敲电话。因为我刚刚有人从这个，就是无同的迄个 supplement 的迄个 choice 哈，嘿。所以就是我今仔日的分享就到这哈。啊，那有啥物问题的时阵，我都有讲过，咱会当打电话去 Social Security Office CMS， 啊是讲我的 cell phone 底下加我的 email 哈，恁会当随时跟我联络。照时间落去参加的时候，骗落去的吼。是。啊，即摆我是还阁有上班，啊，公司有卡无有安尼 health insurance， 所以我无参加 party， 安尼会使。有 fine。哦。等我离开了再来。你退休了，你有63天的时间，我们上。哦，退休了，对。就是你讲得真清楚，搁有一点吼，有诶人需要知影，就是讲。伫政府 Medicare 网站，伊有所有诶，在私营诶公司 offer 诶 ，yes， 即个 plan 诶 ratings， 所以你会当去比较，你要选择诶时，即个 information 真有帮忙。是，啊，而且就是讲，迄、那个 rating 真重要吼，因为伊诶 Medicare 诶有 advantage， 普通你若要 enroll 诶时阵，吼。迄、那个所有的 agent， 伊拢都爱甲你讲，伊的 rating 是啥物？迄是 requirement， the first requirement。吼，第二项就是讲，你要参加的所在，因为参照伫个加州，甲伫个 Nevada， 一个 Medicare Advantage， 伊个平平同款的公司，毋过可能另外一个公司伫个即个所在，伊较强。对不？啊，所以你都爱去做这方面的比较，唔是讲 just depend on 这个 rating， 因为 rating is very important， yeah， 有影真重要。啊，不过就是讲看你想，我拄好讲 convenience 哈，你是不是要去看医生？真，诶，你有迄个 access 哈？啊，像讲伫个迄个Las Vegas 的时阵，阮有迄叫做 healthcare partner。哦，你若万一医生也联络袂到的时阵，阮有3-4个，敢那4-5个迄个 healthcare partner， 你拢会当去。哦，所以若安尼的时阵，可能选择讲甲即个 healthcare partner 有 associate 这个公司就较好。哦，啊，
啊，像伫个这边，我知影讲，一个开始，伊个迄落真大，伊个疲劳量真大。啊，毋过是毋是伫你个 county， 伊有迄个 access， 所以拢都爱。您会当去你网站看，啊，若是讲有需要的时阵，啊，我欢迎你甲我敲电话，还是 email 给我，啊，我会当甲您讲啊，去倒位 access get information。是。那参加 AMP 吼，还有那个 Big Party，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若参加 Healthcare Partner 的时阵，你敢要去买个 Party？ 你 Party 有哦。Unless 你是参加 Medicare Part C， 就是 Medicare Advantage， 普通是 Medicare Advantage， 伊叫 including Part D as extra benefit。你那是 supplement 的时候，你绝对无 Medicare Part D， because same thing， ARP、Humana、Cigna， 所有公司即你那是 supplement 的时候，伊是干那甲你付即、這个。Part A 和 Part B 的 20% 的 gap， OK， 啊，加一个 benefit 就是讲，你若去国外的时阵，有一个 emergency 的 fund， OK， that's it， yeah， 所以 Part D is not included， dental is not included， vision is not included， yeah， 是。我是参加 ARP United Healthcare Secure Horizon， 伊内底有一个 Dental Plus 的 option。Dental Plus 有一个较俗的、较贵吼，有一个是7块，还是14块，我付14块一个月。我所了解是讲，这个 plan insurance 本身，伊付迄个 clinic 甲7块钱，不管其他拢无，啊，伊家己 keep 7块钱。所以你若有去看医生，伊并无因为你看医生。这个 plan 本身佫加予伊钱，唔是安尼，所以我感觉这个 plan 佮像一种 common 一种 purpose 啊，你这个 clinic 因为有 insurance， 所以会有人来，伊对并无甚物影响，无迄个 insurance 的影响，因为算人头就是7块钱安尼，对不对？
哎，因为 individual 的公司，我即嘛只是啊，纯粹就是讲 educational， 所以我那 individual 公司的时候，我可能你都爱看电话，我袂当 discuss。啊，因为这dental 上讲啊，嘛是 depend on 你参加这个是不是所有 dental 的迄落啊，可能你都拢会当去，还是讲有 accept 的才会当去。就 accept 的。好，啊，伊 accept 的当去的时阵，有时啊，我唔知影，像讲我最近我有人，伊是有这个 dental 的 benefit。结果去的时候，甲讲哦 ，OK， 我是因为安怎都安怎，伊讲 Yes， we accept that， 哈、啊。结果去了，伊讲哦，你这毋是 routine check， so 你甲我讲你这支喙齿，啊，甲这支喙齿，啊，所以这两支安尼八十块。有这点无错，就讲吼，你去看片吼，拍片的部分，伊拢有一个互你一个表，讲哦，这部分拍无，这部分无拍无。但是你的镜头去看吼，完全无表转来，就是讲。你伫遐付款就付款，因私人关系是无什么关系。呀、yeah, ，我唔知呀，这你可能你哪安尼，你可能都要看准备啊，你去嘛。另外这边，就是讲迄个电脑的哈，你我因为我有确实这个经验，你迄个讲电脑讲七块十四块的哈，伊个海海的加迄落，啊你呐？到海的时阵，你去的时阵吼，伊个病院吼，迄 office 你知影啦 ，office 因个看落就无同，所以我有无同款的迄落三间去个，因随时因就提出伊个物件啊，结果咱个 insurance 时阵吼 ，insurance 咱个要求你个 benefit 啥，伊卡袂一张发单，所以咱从迄个提哦，迄个你去到一间的迄个 office 啊，有个 office 伊个看讲，哦 no， 我袂当安尼。所以我就换另外一家，那另外一家，他就 follow 照咱的 insurance 所给你迄个 benefit， 我感觉迄是最重要，就是讲咱家己事先爱有 study， 就是讲伊有 assign， 伊有足侪间可能算嘛，伊迄个 list 足侪间有十几间，所以你十几间内底时阵，你会当讲倒一间上，因为就都在我们这附近，咱两家买的时阵。这个医院都在我们这附近，你看讲，我就随便，就直接去讲，发觉到哦，是一个黑店，太注意了，真的就是这样。我那个哦，就那个黑店，我找到，就第一次去的时候才觉得是黑店，结果我就改 insurance， 讲我买，我要 cancel 一间，我换另外一间，换另外一间的时候就，你的规定就较好，拢教育了啊，伊去了。所以我是感觉讲很重要。但是我讲一点，不管看这 clinic 迄个 clinic 吼，我是讲 insurance 本卡迄个 plan 本身并无另外付钱给这个人，所以这较稍微较贵，是因为 clinic 的竞争，甲这个 insurance policy 是敢若无关系，安对不对？我无咧，咧甲咱连麦，就是讲咧，即摆足侪侪个原因，足侪咯。突然就是讲紧急的生病，就讲突然 cancer 安尼吼，我要甲伊讲讲，咱的认知外认知嘛是讲，咱拢袂当换对无？你本来你 insurance 上都一年了，你才会当 change， no， 有法律上。No， 你那是 Medicare supplement， you can change anytime you want。OK， 我拄仔咧讲的是干呐 ，Medicare Advantage 加家己的 prescription drug， 迄个 date 10月15号到12月7号，即个中间 ，it's only two things， 就是讲你呐参加 Medicare， 你想本来是 supplement， 你即马想要转去 Medicare Advantage， 还是讲你本来是 Medicare Advantage， 你要转转来 Medicare supplement。OK， 你迄个 change， 要 change to Medicare Advantage， 有时间的限制。你若是讲你即卖是 supplementation， you can do anytime you want。Yeah， 是哩，我讲的就是讲，因为你即卖就是讲 PPO， 咱知影讲上足侪人迄落买 HMO 嘛 ，HMO 爱透过医生来转诊。啊，我即卖要讲的就是讲，非常重要就是讲，因为 HMO 有当时就讲你的迄落 appointment 的时间啊是甚物货，我也是讲迄个医生是专业过滤的吼。所以就是讲，唯一有一个法律的那个，就是你如果搬家，他不能说 no。对，你如果这个就是咱叫
总之，即摆你是 HMO， 因为大家迄个经济能力的迄个无共款，有个人感觉讲伊要较省，所以伊买 HMO。但是唯一的你若讲你即摆你是 HMO， 所以你的医生你爱appointment爱三个月以后啊，是甚物位，就是讲叫，可是你已经很紧急，你马上。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搬家的话，那这个搬家不是说要买房子，很简单。我一个好朋友哈，他突然很健康的，突然他就是安尼一个月三几十几磅，马上检查后也是那个淋巴片什么，他马上 Stanford， 你知道？伊买 HMO， 伊会想会当去 Stanford， 袂当嘛，对不 ？Stanford 哪会当去？结果 Stanford 马上搬了，马上租了房子。因为这里一拿就在那边租了房子，我就是住在这边，我就是要来这边 ，OK。然后保险公司就给他选你任何要买的，所以他就买了一个 Blue Cross 的 PPO， 然后他就买了 Supplement， 所以一有六个月的时间哦，你得做那个 Chemo Setup， 完全以后就买点啥，所以我打算就去，因为他就是。要在那个 Stanford， 所以这个我刚刚说这个知识可以给我们，真的我们在紧急的时候可以救我们的命。我刚刚说这个不单单讲，刚刚说那生病的时候很厉害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自己上，要我们自己上啊。嗯，就这样，这是 emergency 哈，是无关系的东西 cover。啊，另外就是你对我讲，就是你那是搬厝的时阵。你都无伫即个限制者，你若你若搬厝的时阵，你会当随改无同的 program， 嘿，嘿。我们突然医疗一撇，无论你怎样，但是你来的时候，你的突然就是说，他付了费，你自己还要付很多，实在不是你的能力所能够那个支付的。我觉得当 extra help。你家己直接打去收下手机，你一转下会印到给你转，马上在一个礼拜里面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卖东西是哪会经营？哈，单教会经营就是安，出来后伊家己爱备钱库，他自己要那个就，伊足伤心的时阵，因丈夫家来讲，你会当一转下，所以伊随时给妈妈办8000块，一个礼拜给他们，他就就回来了。好，安尼，那是无